你身躯边这叶志成，伊是永远无度乎你伫心目中想起第一款幸福。你凭啥物安尼讲？因为好日子无济啊，伊注定是爱伤害你的啦。我的人生行到今嘛，从我孤单起来的，刷落来路，我便行去倒。我今会长哦，我要阿你签离婚，伊找无着你的人，你就最失望了。紧上车啦！叫你入去。你是老生员伫做，爱知影是道理哦。卖替恁头去滴死人。那我别人哦，伫后壁讲闲话，甲恁笑。讲什么款人，是什么款狗。雅婷就是我的女朋友啦。到即摆才甲恁讲，我是想讲哦，恁先相处者，啊，互相有好的印象，我想要好阿爸。既然雅婷这么好，那恁就唔免讲问阮家的看法，敢是？你要做主人回收哦，免遮排队。这种歹当古侠。无人会甲你抢、欸。你是安怎对我回店动手啊？哎，对我态度无礼貌，我假是是应该对我好呢。我去找你后生彭祖宅，甲伊讨回来。出去啊！我要处理我甲阮太太的问题。你照我之前所讲的计划来进，我是惊讲哦，万一你那不好哦，你真正系无命啦！回店拢死路一条啦，我总是要甲你变化。我得把时间啊，所有代志拢安排好势。